5年前，屯門大興村王公大酒樓門口嗰檔拍車檔開張大吉，我同埋成班兄弟雄心壯志，點知開張唔夠半個月，平均每日俾人掃檔1.3次，一年內死咗6個兄弟。佛祖保佑，我呢条命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不过我唔同意，我认为我哋出嚟行嘅系生系死应该由自己决定，你哋跟我日子最短，身家最清白，条路点行，即由你哋自己决定。好啦，祝你哋喺警察部一帆风顺。有冇人咁多位阿 Sir？49，十分鐘前你入過嚟，我台面有幾多炮？6個，4個米西喺左邊，1個紅色同埋1個白色喺右邊。上。你覺得我人點啊 ？Sorry sir， 唔係好清楚。但阿 Sir， 你今日應該幾趕時間，因為你著住咗鴛鴦襪。Yes, sir. 5嚿，唔該速望。啊，佢唱俾你，我都話佢字啱咗我底嘅啦。入得嚟警校就要守警校嘅規矩，唔守規矩嘅人就好似佢咁，隔車。想同佢換啊！2719，這個係長時間嘅卧底計劃，你警察學堂嘅記錄會刪除。之後我同重案組嘅王 Sir 知道你嘅身份，你接受嘅係一個極危險嘅任務，你清唔清楚 ？Yes sir。王 Sir 啊，我真係頂唔住啦！出街係俾差佬鬥，一係俾古惑仔打。4927，你咁新，凭咩可以令到我满意推荐你升级啊？顶，你试下嚟做啊，点顶啊？我喺警校攞银鸡头，在职期间攞赞赏无数，我有信心可以领导警队上。